跟各位交通一下，这个月的27号，全高雄市长青纪念在建行，这个大家都晓得了，九龙会所、啊、这个 有几点。第一点，您如果是坐游览车在这个科文馆的北馆有游览车停车的地方，如果你是骑摩托车更要小心，摩托车停车的位置几乎都没有，所以要找一个位置停摩托车要很注意。这两点给各位弟兄姊妹说一下啊，欢迎27号这个第一名啊，九龙会所。这个九龙会所是这个我们这个陈弟兄跟肖弟兄的啊，他们两个的辛苦经营才有今天的啊规模，我们都准备好，希望各位永远的去参与，谢谢。自己开车去方不方便？开车隔壁有停车场方便，但是摩托车就是很不好停，很不好停。开车自己开车，隔壁就是一个停车场。如果隔壁又停满了，你再往前走，还有个地下室，好大一个停车场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就是摩托车、游览车也没有问题，摩托车要注意。